今天在台湾许多传统教会举行奉献时，还常常听到会众唱这首献祭于主的圣诗。基督徒所奉献的不只有金钱财货，因为耶稣所求于我们的是将生命的主权都献上。这首感动许多人的诗歌作词者是一位姐妹海文格。1873年12月的某一天，海文格去朋友家逗留五天。朋友家的十个成员中，有人虽然认识主很久，但还没接受救恩。另外，有些虽然是基督徒，却活不出喜乐的生命。于是，海文格大胆向神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将这屋子里的所有的人都赐给我。上帝果然成就了他的祷告。在海文格离开之前，所有人都决志奉献自己的生命。最后一晚，大伙儿花了很多时间一起赞美，奉献身心为活祭，求主来管理一生。海文格自己也深受激励和被更新。就在那一晚，他兴奋地辗转难眠，这首诗便在他心中涌出，文思泉涌，于是便写成了这首诗词。四年后，海文格受圣灵感动，要将自己的金银和所有首饰都奉献，作为宣教的使用。在他42岁时，医生告诉他将不久于人世。海文格毫无畏惧地回答说：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将是美好无比的事。海文格活出了他的信仰。我的神啊，我知道你察验人心，喜悦正直。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。现在我喜欢借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。历代至上29:17。我要跟随你，耶稣。
的好牧人耶稣，或向左或向右，我只是向前直走，我要跟随你的每一步。你是我盼望救主，随时的依靠天父，每一天我感念你照顾供应周全，你是我安心在你里面，也会有时候迷路，想起你那一夜，也曾向天父哭诉，谁陪你坐在黑暗之处？放在你手中，让你呵护。